哎，我想去小木屋，但我不敢去，万一他们看见我了。然后我去小木屋那边没人，我就炸了。不修电机是几个意思啊？双十一有人不修。船上可能有人来，要来救人。硬生生玩成彩版游戏。我靠！一直熄火。哎，船上我不能追呀、啊。
哎，这最烦的，船上我不能追，一楼二楼全他妈不能中树，一进大船我就得走。那还有怀表，我日！打桥都不好打，这几天可能约瑟夫把他们打自闭了。跑木马。哎，无所谓，存一波丝。跑呗。全都不修，全都是狗。震慑啦，你敢跳啊？幽冥电击还被守了，没修。
不救了，佣兵就直接给你卖了。没修，哎，跟他耳鸣是什么情况？送了。都终止连败了，200库鬼全。角落机有人修，那我就得过去。别以为你佣兵不打你。你先走，上到船上。没加速了，直接追。还有鸟，哇，这一波肥了，有人在摸他，摸佣兵，没摸了，当然直接救。
这个不是往队友这边带吗？压好了。你看这个咒术师还去开这个门，那你不是在送吗？我又没交闪现。他有两个猴子，他就膨胀了。啊，出完点终于刷一次好的了。没人，有人躲起来了。这边看一下。这球开的。开这么久还吃一刀，快炸了。这个你是要追的，不追就送 buff。也是跳下去了，掉地下室了。他娃娃在一号机，
快来吃刀子。我日！我他妈牵不了气球了。这就尴尬了。被个黑妹拦死了，就是因为那个前锋送了一身 buff， 导致我输了。门刚开，散跑了。哎，前锋加黑妹，然后有戒师，真的难打。不应该用爱哭鬼的。然后我就碰了一个前锋。车开走吗？我猜你怀表，所以我要拦一下你的路。
跑得掉吗？这刀必吃，送了。全民兄弟不救人，可以。摩托斯两耳不闻窗外事，一心敲电机子。车被我开走了。我猜他在搓箱子。投了。还好没用杰克，这丢个死角落谁顶得住啊？下板子，黑妹不想追，我得换一个人追。这边还有一个人，先知，两个人前锋。拆了，把眼拆了。
哎，他人呢？我靠，疯狂跑马拉松啊！这个人没修电机。完了，我没丢下来。回来呀！他们就是喜欢跑马拉松。那不是一般喜欢跑，那是真的喜欢跑。除了跑，啥都不会，不跟你玩板子，疯狂跑，跑跑跑的。哎，鬼视野真的低得出奇。
歪了，完了。我不，然后再去追，他们也不敢修电机，一直憋。看到人我再用，不看到人我就不会用，一直憋。以前打法就是到处藏尸，现在是憋。叫鸟送医院，下一波闪现带走了。我还以为是前锋呢，妈吓死我了！
我就说怎么就我签个气球就往明贴贴我脸上来了。北方牛没烤着。我再给你一刀。不能拖啊，这个家伙，直接打就行了。那黑妹死了呀！哎呦，救了一下。失误了。不过这有丝。这不是最后一台，他们重新修了，快走，赶紧走，赶紧走，走，能走多快走多快。秀什么呢？你秀。还得压梯子，还好没打他，刚才就应该打他。他还狗地叫呢。我觉得他应该知道地窖在哪。跳了，他货币太多了，然后他还有治愈。我刚才就应该打他一刀的，
我想一套带走他，吐他一口，然后再给一刀，让他没有那个30秒的小怀表。发现想太多了，换打法了，带个插眼，他们就跟你跑马拉松，反得一匹。 没抓到他，先直跑了。 连鸟片出来了，不亏，我赚了。 要命就丢啊！丢，还是有点疼。 这个人不能救下来了，救下来我输了，我得小心两个人救。 朵朵一闪，调香没香水了。限制在二号级，这个玩意去墓地，还有机会拦住调香。 找到他，拦到他，就赢了。墓地应该要开始修了。
我不知道他在哪，墓地开始修了。这边如果挂一半了，我就走了。挂一半了，走了。不磨人，打算直接过来救。应该在了窗户那边。先致死，乔安斯，我需要挂过去，挂得到了，我有加速。前方在那修，他修不动。乔安斯一挂，还有机会，还在修，应该是死，没板子了，板子都被人用了。那就给你丢角落了。猪是不能互动的。他应该知道这一点吧。等个30秒就行了。卡了一下，刚才猪应该快没耐久了。不应该追的。其实我想拿个技能，结果他那个猪半天都没消掉，30秒这么久，惊了。哇操，真的就玩猪人呐、啊。
主人不修电机打骚扰的。打你仗了呀，没了呀，挂不上人。不应该打杰克的，因为我不了解猪人。搞了半天，这个家伙不修电机的，这是皮的。两个在搭房，不不不不不不。闪跑了，应该打小丑的，打小丑他就没什么作用，直接巨大几下就 OK 了。他这种走地屠夫对打猪人不好打的。打这个特别容易炸。黑妹，火太急了。知道你放香水了，但我还是敢闪，我不怕。黑妹，然后先知，佣兵是在上面。
鸟片船。那边是最后一台电机，守一下。